今日嘅 ET 个股推介系 XLE， 就系南方嘅恒指，即系恒生科指嘅 ETF 嚟嘅。咁啊，拣选原因系啦，即系受惠估值吸引啦、盈利前景好转、资金流入等嘅因素咧，预料中期支持咧中港股市系上升噶。根据彭博嘅预测啦，恒指目前嘅市盈率大概系7.8倍，较咧近五年嚟嗰个市盈率嘅中位数10倍为低噶，估值咧仍然属于吸引。港股同埋 A 股 ETF 同埋指数嘅关联度高啦，当中咧7226咧可以作咧呢个吸纳嘅部署噶。策略上咧，星期二就系收报6.765元啦。策略上可以敲咧6.2就收集嘅，中长期就上望2022年6月嘅顶位10.7水平啦。跌穿2022年10月以嚟上升轨，即系目前大约5.4嘅水平咧，就适宜减持啦。